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！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历届考题赏析。我们这一部分要介绍的是成对母体的检定。我们看看这个什么叫做成对母体的检定呢？这个地方是无母数的一个技巧啊，就叫做 sign test。怎么说呢？我们看看这个题目：两位评审对于十二个参加选美比赛的候选人进行评分。那么 这个评分的就是一个主观的偏好，他们是给零到十分。那么依照这样的分数，我们要去用一个 sign test，就是符号检定的这个技巧，检定说这两个评审他给分数是不是给的这个宽度啊是一样的，就是说他分数有没有差距，给的是一个比较严苛，一个是比较松。那么我们怎么做呢？A 跟 B 好，那我们就用第一个跟第二个来做比。 现在用的是第一个，我们用 a 好了，a 的跟 b 的，我们不去比较它的大小，分数我们不在意，我们只在意的是谁是大谁是小就好了。至于说减出来是多少，我们不管，一减二是正还是负的呢？是正的，我们就写正，这个就叫做符号检定，我们只管符号。如果说啊。 我们看，我们就先把这个这个全部都算出来。这边算的很快，这边可以直接写了。这边是正，这边是正，这边是负，这边是正，这边是正。如果这两个评审他给的这个分数的高低，如果说是差异不大的话呢，我们会认为说这个正负应该差距不会很多。 而这个地方来说，我们来看看，如果说这个差距很大，那就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是它给的分是比较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来做 s i t n test 的话呢，我们是这样的做的：以几率来看，用 p 值的角度来说，p 是零点五，公平的一半，不等于零点五，用这个角度来做。 那么我们来看怎么做呢？首先，我们先看看加号的有几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哦，有十个。那么负的有几个？一个、两个，只有两个。这个真的差距还蛮大的。其实我们基本上来说，我们认为它可能有差异了。那么怎么看 p 值呢？ 我们来想想，这是一个二项分配，p 值的话呢，就是这样的想的啊。我们来想说差距，如果说它的 p 是零点五的话呢，我们来想，这个是一二三，这边是十十一十二。 我们来想想看，如果是以 p 是零点五而言的话呢，它这个二项分配它是一个倾向于向中间的。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呢，是我们以二的小的数字为主，它这个地方来说 p 值双尾，所以是两倍。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来说是小于等于二，在二分之一就是零点五的前提之下，小于等于二，这边才两个而已，它的几率是多少？或者是大于等于十，这个的几率是多少？我们可以算出来。来，我们我们就算小于等于二的就好了，我们不需要算。 两边都要算，因为这边这样算起来的话呢，是两边是对称的。来，我们继续算下去。第一个的话呢，小于等于二，那就是十二个里面零个，就是零个的意思，代表的是全部都正或全部都负，可是这个几率很低嘛。这边是二分之一的零次方，二分之一的十二次方，再加上十二取一。 二分之这个都很好算的，我们为什么不用零点五？是因为二分之一的这样的算法会比较简单。一，二分之一的十一次方，这是一个，它有两个，因为这都一样。好，我们计算一下，这是多少呢？这边是。 二分之一，这边是二分之二的十次方是一零二四，24, 那么二零四八，这是四零九六，这是一，这边是四零九六，都一因为都一样，这边是十二，这边 C 十二取一，第三个部分来说，这是四零九六分之，这边算一下，这边是六十六。 所以是四零九六，上面这边是二乘上，这边是十三七十九，我们算一下这是多少呢？等于零点零三八五七，这个的几率远远的去小于零点零五，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，这个 P 值啊是太小了。 结论显著，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？结论显著就是代表的是拒绝 H 零，所以 p 是不是零点五呢？我们不认为它两个是一样的，我们认为它是有显著的差异。